老婆非要跟我玩空姐与乘客的游戏。你好，老公，欢迎回家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your home. 不是，这小英语都整上了。这是您的拖鞋，请放心，都向我读了哦。您稍后片刻，饭马上就好。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随时按铃呼叫我。哎，你好，老公，我听见你按铃了，怎么了？我有点渴了。那你想喝雪碧、可乐、芬达还是咖啡呢？我想喝咖啡。哎，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得了，咖啡要加牛奶啊，但是我要现挤的。不好意思，老公，咱们家没有羊奶油，您看盒装的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不管有没有啊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你别太过分了哈。你玩不起是吧？那好的，请您稍等。不好意思，老公，您久等了。这是您的咖啡，请您慢用。哎，我怎么说的了？我要现挤的牛奶，是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请您稍等。啊？老公，请您慢用，现挤的。不是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大郎啊，不是老公，趁热喝。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我要紧压关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